重要的是谢谢每一个到达现场在这里的你，谢谢。没有感谢没有办法到现场，但是依然和我们在一起的我们的兄弟们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爱你们，谢谢。爱你，掌声。大家今天觉得我的造型有点像什么？没有人发现，有点像飞行员。因为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毕业季，也很适合我们随时需要力量的时候去听。这首歌叫《璀璨冒险人》，也希望我们都可以乘着风向前去飞吧。加油！这个世界因为有你才更精彩哦，要相信这一点。这个世界是什么模样？走过山水，一场梦一场。那迎风呐喊的海浪，要多久多久才会遇上？冒险的人是否会感伤？终其璀璨一生谁收藏？那深埋心底的愿望，要多久多久才会登场？人从一生里凝结装的是我，人从唤醒不回头的也是我，就让一路曲折每一道伤口洗净我的脆弱。原来也会觉得累才能面目的脆弱，你发誓更勇敢，一生与我相拥，还想要继续吗？要你风不退呀，让璀璨住进你眼眸，别让未来的路